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佩奇、猪爸爸、 Candy 和猫妈妈他们参加了家庭接力赛，佩奇和猪爸爸一组， Candy 和猫妈妈一组。他们在一旁进行着热身运动后，羚羊夫人走过来对他们说，准备好哦，我们要开始比赛了。大家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站好，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了。 Candy 稍稍落后了一些，很快 Candy 追上了佩奇。他们之间的比赛可真激烈呀。接力棒递给家长后，家长开始比赛了。跑着跑着，猪爸爸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直接摔倒了终点。大家都过去担心猪爸爸有没有受伤，还好猪爸爸并没有受伤，大家都为他高兴。好了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